怎么？他那个板后边有块板，你也可以看看完之后你告诉我，然后这样我俩就可以同时记。那我看。对，你看，你看到就告诉我。我念出来就完，就听着。对对对，我记前三个，你记后三个。请脱鞋。哇。超疼超疼，应该用手一起就不会特别痛。来，准备。比赛开始。哇！血压低，二号床血压低。未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，未做完手术老奶奶洗头。他们采用的方式都是男生爬上去，然后复述给女生。啊，静脉泵入多巴，泵入多巴，泵入多巴胺。大姐，哎，娜娜，你不能到外面去看，对。八号床血压低，静脉泵入，静脉泵入低巴多巴胺。八号床血压低，八号床血压低。走。哇哦，我的，哇，这还有哎，在这边有一个娜娜。鬼神四号床注射葡萄糖。一号床术前紧张失眠。来了。好，来。八号床血压低，静脉泵入多巴胺。对。未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，因为刚刚做完手术。然后那个老奶奶为手术后的老奶奶洗头，对对对，90%吧。为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，老奶奶。老奶奶洗头。好，然后呢？三是，为骨折的小朋友协助他打石膏。回答错误，去，不是协助小朋友啊，小朋友不打石膏。八号床血压低，静脉泵入多巴胺。对，为刚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。好，协助医生帮骨折的小朋友打石膏。对。然后那里是那个14号床注入葡萄糖，最后一个。这边有。还有吗？还在呀。我没看着啊。走。重来。哎，去哪儿了？从头走，行不行？别偷懒。对呀，对呀，从头走。这还有啊？对。下一组。八号床血压低，静脉泵入多巴胺。对。为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。对。协助医生为骨折的小朋友打石膏。漂亮。为14号床的病人注入葡萄糖。7号床术前紧张，要干什么呢？术前紧张，为其进行心理疏导。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很重要的一个，很重要的为他进行心理。再给你个机会，很重要。前面4个都对了啊，前面我们直接过，前面 OK 了。第一个。好。8号床血压低。静脉泵入多巴胺，给刚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。错，做完手术不是刚做完。
第二个不对，回去确认。未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。那我们刚才说的啥？未做完手术的老奶奶。为什么呀？来，手套都摘了，说明肯定能过。八号床，血压低，静脉泵入多巴胺。为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。协助医生为骨折的小朋友打石膏。给十四号床病人注射葡萄糖。最后一题。前失眠，紧张失眠，七号床术前紧张失眠，为其进行心理疏导。回答正确。来来来来来，龙龙告诉我，你刚才那个有一点不准确的是什么？给做完手术的老奶奶洗头。对，你说给刚刚做完手术的。因为这个老奶奶做完手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